我是前锋，我是中场，我是后卫。我们学校最酷的地方是有足球队。俗话说，高手在民间。根据我搜集的情报，听说这间学校的同学能文能武，能动能静，而且年年屡创大会佳绩，全国冠军对他们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登上过国家音乐厅表演呢。来，跟着我深呼吸。哦，好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吸取到三育的精华。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坐落在阳明山脚下的学校，这边啊充满了绿意盎然的生机，而且这么棒的学习环境，我们一定可以在里面拜师学艺一下。对啊，可是啊，我的线索很少，而且就只有噔噔这一颗球，完全毫无头绪耶。对，小心！怎么那么重？它很重。哇，这个也不是棒球。不会是铅球吗？他们是靠这个得冠军的。草莓姐姐，你有没有听到很有精神的声音？好像在那边呢。那不然我们带着这个去找找看。好哦，走走走。位于大台北地区阳明山下的三育国小，拥有优雅舒适的学习环境。放眼校园，不但有典雅的红砖建筑，还有展现学生动静合一特色的梦幻彩绘五层校舍，可爱的墙面图示，全部都是同学们的设计与创意哦。大家好，足球队很帅耶！真的耶，而且他们一大早就在练习嘞。不然我们过去找他们打招呼，顺便问看看这一颗球的线索好了。好啊，来了来了来了。Hello。同学，请问一下，我们正在找这颗球的主人，你会知道他们是谁吗？哦，这是我们学校另外一队很棒的球队，不过他们球场目前正在整修，不在这边。真的？那他们会在哪边？他们练习的时候好像比较没有场地限制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不过没关系，刚刚看你们在练习啊，好像蛮有趣的，也可以让我跟草莓姐姐加入你们一起练习吗？没问题啊，一起来。早上第一堂课之前是足球队晨练的固定时间。为了让同学们无畏天候请假练习，学校不但有临近的室外标准运动场资源，还有室内宽敞的风雨操场，提供了各项体育课程，一处完美的训练基地。因为有这么贴心的练习场地，三育足球队每年都会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国小各项重要赛事，例如中正杯、教育杯、青年杯、国小世界杯等比赛，让同学们除了练球，也能透过比赛得到更多乐趣与成就感，进而锻炼心智与培养团队合作精神。冠成，那他们在做什么？感觉很有趣耶。这项训练主要在练习眼明脚快，需要集中精神把球都回来。眼明脚快，你看他们刚刚动作超迅速的。真的耶，所以要仔细听好教练说什么咯。那我们也可以加入吗？可以。好好好好。好耶，我们要加入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学长你们好。后面的同学们，你们可以帮我加油吗？你们可以帮柳丁加油吗？加油，柳丁加油！冠成教练，我们准备好了。来，我们准备好了。你指令，眼睛、肚子、膝盖、头、球。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！再一次，来喽，教练好了。过来一点。好。不能偷跑哦！好，等一下，不要跑。听指令，耳朵、背、大腿、膝盖、脚底。脚底，脚底，偷跑，脚底。教练，等一下，如果偷跑先摸球了，是不是算输了？对，还是没差。输了。哦，那刚刚那一局你输了，现在是1-1。现在1-1。听指令。好。多亏同学提前做动作犯规，我才能突破鸭蛋，拿到这宝贵的1分啊！
好紧张哦，明明我已经很专注的在听指令了，怎么球对我来说却是咫尺天涯呢？怎么会？我已经摸到球了，我已经跳很快了。好，现在目前是比数是多少？3-1。我们这里是2-1呢，我还有一分哦。3-1，好。好好，再来再来。而且你是不是想要让我？你一直把球弄过来，你真的太夸张了。林子玲，好，凯尔掉7下，3-5，6-7，7-7，7-7，同学太快了，你这个太过分了啦！为什么我一直摸不到球？最后一回合，好，最后一回合。草民姐姐，我一定要全力以赴，不然同学们都已经大发慈悲地把球推到我脚边了，怎么可能还是摸得到拿不到呢？到底这个看似简单的眼明手快训练有着什么样的破解玄机呢？摸到摸到摸另外一只手，摸另外一只手，球，我拿到了，我抢到了，问你们要注意的诀窍是什么？就听指令，反应啊，然后速度那类。好，那你们的刚速度都超快的，你们刚刚在听的瞬间都在想什么？就是想在想下一个一定就是球。对，就有一些动作就是很难动作，然后下一个就是不要松懈，就是一直要想下一个一定就是球。而且我刚发现你们就是都一直在那个预备的动作，就他们都一直在蹲低。你不用站起来，然后这样还要蹲下，这样就球已经被拿走了。可是各位学长，我刚刚已经蹲很低了，你们觉得我的问题出在哪里？反应太慢，反应太慢吧。速度也太慢了，速度也太慢了。是这样吗？同学一致认定反应太慢和速度太慢，我也是无话可说了。别难过，其实你也不用太气馁哦。人的反应和速度是可以透过像这样的眼明脚快游戏来训练的。没错，透过训练，我也能像同学们一样厉害哦。现在先来看看足球还有哪些基本功吧。盘球要怎么做呢？这样子哦，这感觉很难哎。请问一下，这个诀窍是什么啊？就是控球的力量的控。示范一下。所以速度要一样的速度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还有踢的位置。那也要后退吗？不用。后退来。那他可以后退。你也可以耶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一开始原地。原地，哎，还不错哎。哎，好，换你。去哪了？嘿，为什么他不动？再用力一点。好，往前，有了。哎，还可以前进呢。有。小丁哥哥，你好像可以哦。我就足球小天才啊。我觉得我们学校最酷的地方是有足球队。我觉得比赛的时候进球很有成就感。赢球的时候很开心，但是输球的时候很伤心，就是很希望可以赢，所以下次就会更努力。我们平常都会一起传球，一起射门，然后和大家一起练球，很开心。我是三一足球队最小的，然后我是2年级，我在足球上可以学到射门、带球、传球、过夹动作和做 rainbow。所以我对这些很有兴趣。学校最酷的地方是足球队，参加足球队，我的心得是一天练差不多2-3次吧，早上就跑步，然后练个传球、射门，那下午就是练比较累的比赛啊，然后或是练比较难的一些动作，挺累的，没有练习，感觉脚和球不合。就是一直踢空，一直踢空。哎，如果练久了之后就很轻松，不错哎。加油！好，
你不错。你觉得刚刚我跟草莓姐姐表现得还好吗？嗯，我觉得你们很棒，但是多加练习会更好。谢谢学长的帮忙哦。那可是啊，你们足球队都已经这么厉害、这么帅了，就让我更好奇，刚刚那颗球的主人到底是谁啊？这个球是欧洲的运动，它的主人可能会在东侧花园。而且听起来好像会有浪漫的事发生呢。哦，那我们赶快去看看吧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学长。拜拜。拜拜。哇。你看这边里面居然有一棵很特别的树哎！草莓姐姐，你真的很有眼光哦。这棵啊叫做台湾栾树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四色树。四色树，是意思是说它树的颜色会依照季节不同而会有不同的颜色吗？没错，夏天的时候哦，它就是全株是绿色的嘛，然后到了开花的时候就会变金黄色，然后结果的时候就会变红色，那枯掉的时候就会带有一点褐色，所以叫做四色树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很厉害的称号哦，它在2014年曾经入选全国最美校树，就是它。哇，所以全国校树第一名就是它了。在你眼前。来到校树花园，除了眼前这棵雄伟的校树之外，草莓姐姐，你还有没有什么很酷的发现呢？哦，你说的该不会是这座很梦幻的城堡吧？没错，这个像是长发公主的城堡就是学校的给予亭哦。学校真的好美哦，到处都像公主的花园呢。感觉应该会有王子出现哦。这该不会就是王子给我的信号？我看一下哦。球拿出来，快！大小一样的球，这是我们的球。是吗？不对哦。你要诚实呢，这个是银色的，你的球是什么颜色？银色。银色？我不相信，所以你一直说两颗都是你们的。对。是哦。你们拿是现在正式比赛的球，这颗是练习用的球。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球类运动嘞？法式滚球。法式滚球。我只有听过法式吐司。我也听过法式指甲，还有法式薄饼。对，怎么会有法式滚球啊？对，而且看你一直笑，感觉上这个法式滚球应该蛮简单的吧？一点都不简单，其实这是一个。像下围棋的球类运动，不光只要靠体能就能拿到好成绩，你们要不要来试试看？试试看，好啊。那我们要在哪里试？我们练习的时候比较没有场地限制，我们就去那边练习吧。好，走。好喂，那请问学姐，这个法式滚球的规则是什么？就是双。站在圈子里面，双脚不要离地，看谁丢得近，离目标球近的就赢了。所以这个不是可以助跑的。丢的时候的那个手势啊，是可以随意丢的吗？还是有固定的手势？有固定的手势。那你可以示范一次最正式的动作给我们看吗？这样子。他的手腕有弯呢。你站我。所以你刚做了一个很弯的手势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样子，就是先这样子拿好，然后再扳过来。对。来自法国且拥有百年历史的滚球，是一个手脑并用的标靶运动。除了金属球和塑胶滚球之外，还需要一颗直径3公分的目标球。直甩滚球后，球离目标色球越近的人就能得分。在比赛的过程中，运动员更需要运用战略分析力，试着将对手的球击离目标球，或是帮助队友将球击得更靠近目标球。哇，听起来真的很有趣哎！那请问我和柳丁哥哥有没有可能可以跟你们来一场友谊赛嘞？可以呀，就约在操场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去准备一下，再去一起去吧。好哦，那待会见喽。有球在，什么都不怕，是滚球队的精神。同学们下课后勤练球技，也曾在台北市教育杯109年到111年度包办了射击冠军及亚军，还有全国赛111学年度的男女子射击季军及冠军。等一下，我们就可以见识一下滚球的正规场地了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要先拜访三育国小一群拥有天籁之声的同学们。我来自何方？
们好。哥哥姐姐好。你们好。刚刚听你们的歌声实在是太优美了。他们会不会就是你说的曾经登上国家音乐厅表演的同学？我想应该错不了哦，不然我们来问看看同学好了。好好，同学同学，你们来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你们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经常比赛拿到奖杯的三育国小合唱团吧？是的，这都是我们的团员，我们都非常喜欢唱歌。你不是刚刚跟我在练耳朵？你太慢了，耳朵、头、膝盖、膝盖，是你哦，敲敲的那个吗？对，那你现在也在合唱团哦？那你们都喜欢唱歌吗？喜欢，喜欢。那五音不齐全的没有办法进来吗？请问有五音不齐全的人可以举手吗？举，当然不会是我，我以前可是合唱团的呢。真的，我忘记了。当然，对，不相信。那五音齐全要怎么样可以知道他有没有五音齐全？是不是音准？音准测试是不是？这简单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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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你要太多了，我多了一个。你有音准呢？我当然有音准，开什么玩笑、喔？既然他们今天合唱团的水准真高，嗯哼，我们来给他们一个小小的考验。你们愿意接受挑战吗？愿意。很难哦、喔，高音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到这边，然后中音的举手，然后低音的举手。哦，好，那待会呢，我们这三步呢，我们要来挑战一首歌，世界名曲。世界名曲是这样唱的，开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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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要和我一起唱。这个唱的时候呢，你们可以分三步唱吗？就是分成高、中、一，你们有办法吗？可以吗？等一下要唱唱唱，预备开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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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大家要和我一起唱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他们是文泰合唱团呢，不愧是全国第一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！谢谢你们优美的歌声。我想啊，球队的那个位置好像已经准备好了，不然呢，我们等一下就先过去找他们会合哦。好。希望你们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场场得冠军，好不好？好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。拜拜。三育合唱团已经成军20年了，我觉得得奖是一个门票，让大家都看见三育合唱团，所以我们有非常多演出的机会，在台北火车站，在国家音乐厅，在中山堂，在基隆文化中心等等。这些舞台的经验，其实带给孩子非常多的自信心。我在合唱团待快要2年了。我自己刚加入合唱团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高兴，非常的喜悦。我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全国决赛的时候，因为呢，当我们知道我们第一名的时候，我非常高兴，因为我们的努力都是值得的。换上比赛队服看起来就很有气势哎，学姐，所以像你现在已经是那个法式滚球的学姐了，那有没有比你更厉害的人呢？有，有谁？我姐姐。那我们就拍拍手，请到教练还有姐姐好了。欢迎教练还有姐姐。姐姐，哇，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大学姐吗？法式滚球的全国第一名就在这里耶。那教练，我们今天会怎么样进行这个比赛呢？待会呢，我们让哥哥姐姐一队，好，然后我们三育国小滚球队一队，好，啊，一队呢会使用6颗球，那哥哥姐姐就会一人3颗，那滚球队的小朋友呢，3个人1队，所以就是一个人使用2颗球，哦，懂了，总共就是6颗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要2队各派一位代表，请队长猜拳，决定先攻顺序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先赢的人就可以投掷第一次的目标球。好哦，好哦。三育国小非常重视学生的多元学习，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安排提供丰富的课外学习活动。因为天母运动公园就在学校的旁边，它有8面标准的法式滚球场地，所以
我们得天独厚，有地利之便，我们就成立了法式滚球社团，邀请国手级的教练来帮我们指导。好，现在由队队进攻哦。好哦。3, 2, 1，狗秀！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你好像有机会耶！加油，三玉进攻。法式滚球的比赛场地是一个长15米、宽4米的碎石地，比赛用的滚球就是我们一开始摸不着头绪的金属球了。在比赛中，直球者必须要在圆圈内直球，每局最先取得15分的为胜利者。计分的方式是，只要 A 队有比 B 队更接近 J 目标的一颗球 ，A 队就得1分 ，B 队则是0分。A 队有着比 B 队更接近目标的2颗球 ，A 队得2分 ，B 队得0分。玩法简单，但是需要动动脑，可以说是老少咸宜、非常亲民的运动。好。那比赛结束，这一颗是三玉队最近的一颗球。嗯，好，那这样就有得到1分。嗯，接着呢，我们要去看还有没有三玉的球是比较近的。那场上都没有，所以这一局三玉只有得到1分。嗯，很棒。今天来到三玉国小啊，我觉得他们的课程真的都非常的有特色哎。像一开始的足球队哦，动作超敏捷，然后呢可以间接的去提升小男生的体力，我觉得啊这个对小男生的这个体能发展是非常好的哦。嗯，而且他们合唱团因为成绩非常的好，对，所以他们的合唱水准真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。你看像我们刚刚啊只是做一个小小的测试，他们其实短短的3-5分钟就把一个和声练起来，其实这是他们平常一定是做了很多音乐能力上面的培养，才可以很快的达到这样的程度，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哦。对啊，所以其实这样子纵贯下来，我觉得三月国小的同学呢，他们在这么多课程的安排之下，每一个课程都有适合不同的小朋友去参与的特性，然后呢就是在他们人格的这个养成上面呢也会有不一样的发展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简单来说，三月国小的小朋友他们真的是能文能武，能动能静。哇，